行了行了。之前也想要去看，但是去看了好像那个下不了手。波西米亚风吗？我没有朋友想要带这一条出来搜索店。对，这是长地垫，好像是500分，这样子不到500。你打电话问一下宋第一，那不是新北市办的。我想说也没有多的。对，宋第一，他说管很宽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也是在说过。所有新北市的。啊，他把里区哈。对呀、啊，又不是这里。按下去，按下去了，按按，对，按。哇，太棒了！都要。再按，再按，再按按。爸爸，妹妹真棒！哎。再按，再按。不可以抢啊，弟弟的。不可以抢。来，自己拿好，拿好。弟弟的。拿好。不可以哦。妹妹，怕胖子。
不行。不要玩。你喷个小泡泡。喷。你喷啊。你看大家都喜欢泡泡，快点喷。呵呵，让泡泡出来。上面那个，对啊，我就说那很好玩，因为那是转圈圈的，而且蛮久的。对啊，那我记得是三十公斤。按，他们按。但他按了就马上就要去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不喜欢按，他是喜欢追。吃泡泡，你是泡泡龙吗？加油！你不会这样了，把它进不去了。来，让你上来，把它抬上来。啊！哦，超级慢的，超级慢，看我们卡住了，靠！超级慢了，这也太慢了吧！然后里面还有人呢、啊，没跳、啊。超级慢。糟糕！妈的！什么状况？好，往上爬。我闹吗？有人跑了。好拍，来 ，go go go， 你护着他 ，go go go， 爬上来。看来是太陡了啦。我刚想要去逛那市集。哦，好啊，那也是啊。好了吗？再追回去。加油！哇！好强啊，宝贝。这里就很难了吧？这里太滑了啦。其实我没什么扶他哎。高空滑索。宝贝，我们滑下去。应该滑不下来，卡住了。卡住，来，向前。很难走啊。他用滑的。猴子。头往前。猩。还好他有尿布。好厉害，像那天去皮塘也是啊。他是觉得我是爬的，他也是这样溜下来。像星星一样。我们也是太大声了吗？啊，对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走桥吗？要走桥吗？昨天才带他去公园跳类似这个，一个人跳。现在不行啊，还很多人呢。每次一个人，有没有听到？每次一个人。对，上来，快点。耶！宝贝，你去玩那个十字溜滑梯啊，比较短，比较滑。那我去玩这个，快回来！
哎呦，差点撞到他。再一次，右边牛，再一次，左边牛，踩拍踩拍，踩拍，最后回到我们的正面，这样四个八拍目前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吗？不行的举手，可以吗？有没有还要再练习的？有没有？不行的举手。有没有不知道自己转圈圈转到哪边去了？有没有转到后面就已经不知道老师在跳哪里了？有没有？请举手。有没有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练习一次，可以的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中间的朋友也可以一起站起来呀、啊，好吧？我们这个在看的朋友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站起来。中间有一排弟弟妹妹，就是你们，要不要站起来一起跳舞？一起跳舞，一起跳舞，很棒！橘色的弟弟站起来，好可爱。就是你们来站起来一起跳舞，来动一动。对，现在天气有一点凉凉的，就运动，对，动一动很好。没错，我们来运动一下，感受一下 swing 的感觉哦。那我们音乐再放下去一次，再跳一次。好，我们一起哦。来，音乐停下啊。来，双手接给我，很好，双手举高，右边有哎，很棒。三三内右边，来加上左边，踩开踩开，来，非常漂亮。知道，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哪边吧？都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呢就在我们的新北大都会公园。那我想呢，新北大都会公园，我们如果是新北市民也好，或者
的呼吸其实对于音乐的这个行进，或者说我们叫做合乐团的合奏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呼吸的瞬间，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音乐要一起开始啊，甚至很多时候乐句的转折的地方，我们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，透过这样呼吸的方式来感受彼此的这个音乐，彼此音乐的这个流动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叫做交错气息，其实。就是地琴，我们中提琴有地琴，那透过这首曲子呢，试着来表现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啊，那好像在这样的呼吸当中呢，我们彼此之间的乐思也在交流着，马上演奏这首曲子给大家，交错气息，谢谢。人心不动。要爬，他没办法爬，他要变漏电。大胆哎！对啊，来这里了。身怀绝技，真的，从新北市出去的孩子应该玩这些都超厉害的。这小子从小就要训练，爬山的时候就会爬，不然你不爬山不会拉，对不对？你要，我觉得你应该去爬，去拉。你说拉的，我觉得你要来这里，这我可以，应该来这里特训一下。如果你要带我去爬山，我今天来这里受训。然后这样绑。熊。原来手做的饮食呢，像这个果酱啦、小点啦、蛋卷啦，其实也隐身在旁边。再问啊，我真的啊，不问了，不问白问。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迎接接下来的音乐响应，对吗？Thank you.
Thank you.